Hello， 你就下课了？对呀、啊，我买了菜回来做。你要做饺子是吗？嗯。你会包吗？我会啊。这么厉害？我最爱吃饺子了。刚好我把东西都洗好了。辛苦了。给你有发挥的地方。我把东西放一下，我就过来。好，去吧。哎，一路小跑，在人看不见的地方突然加速。哎呦，还有猪啊！哇，重视！我的妈呀，冲！马同学，拉近距离。哦，面膜忘了拿了。哎呀，还有少女的娇羞了。嗯、啊。东西拿到你房间，我不好送进去。行，我拿。在可爱多冰箱旁边，因为我不好去你房间。那边整片面包，你要吃吗？不吃，我今天要好好做饭。我有点饿。你先尝一点嘛，先垫一点。放可爱多是吗？在可爱多冰箱下面。妈呀！小孔也挺可爱啊。啥呀？这不是面膜吧？哦，唱片机。可以。所以他是要问他在秘密约会吗？没准哦。我觉得真没准。哇、wow, 有模有样哦，必须的必呀，开心，以后有歌听。是定制的吗？本来是想去下载，我喜欢听。应该没那么快吧？不是，今天我跑了一个下午，我去找那种能不能去把好听的歌下载下来。刻下来，刻下来，但是他们说是有版权，就是你想别人的歌，别人也有专辑，你把它免费弄下来就挺、啊、就说不行不行。然后我就去跑了几家音像店，然后他们那边都只有那种高雅的爵士乐啊、钢琴乐啊。然后我找了好久，然后发现下面有说唱，然后就看到了这个。可以一起听。嗯？哼，一起听。一起吧，需要帮什么忙？洗菜。这看见喜欢的人说话都不按正常语调说。洗菜好。因为我妈妈不是很会做饭，所以我每次放假回家，她想吃什么，我会学着去做给她吃。你手表要不要摘？没有，帮她摘吗？哪个？手表可以。哎。哎呀。哎呀。哎呀啊、谢谢。有口袋吗？没有，你有口袋吗？哦，这行。揣自己兜里，嘿，是不是觉得小孔憨憨的那种感觉？对，他就是憨憨的。我发现啊，就是一个女生跟一个男生刚有感觉的时候，特别喜欢给人家做东西吃。那就给女的做，你看 Simon 给那 Melody 表达爱的一种方式。嗯，可以了，肉可以放这里面来。交给您。冇得问题呀。哦，好爽哦！包多少馅儿？看你想吃多少馅儿。哎，这包饺子可是个好社交啊！因为就能安心聊天了。我怕包太多，其实肉馅挺多了，我觉得。而且人在重复劳动的时候，很容易说一些真心话。我觉得是不是要用筷子弄馅儿会好一点？
完美的工艺品。你包的还真的挺好看的，是吗？不是，你是在装吧？你在装吧你？把我整害羞了。哎，你包真的挺好看的，突然觉得我包的是什么东西。你知道我上专业课的时候，我老师有说过，你怎么有一点点湖南口音，还有马上要多一点潮汕口音。你说你南北通吃，吃南北。